珍宝阁四谛厅冲刺，卡不动了。珍宝圣，那么60多回合啊。对，五宝灵打五宝灵，有速度的一方肯定是划算了啊，划算太多了。没速度，你这五宝灵打不了的。如果对面国标，那几条蛇进来，对吧，就好受多了。拉满清场只需要一只地听啊，你血顶再满也就是一只地听。主要是四号，看那只四号啊，这只也猛啊，10000多。因为上一把他是九离城，你知道吗？上一把他上了九离城，东方上一把是对面这个阵容，不过东方没干过，曲阜上了九离。